题集，莫忘九二一。岁末祝福，人品典范赖丰美上台分享心情。受政那年发生九二一大地震，全心投入救灾。因为上人悲心，他发愿广招人间菩萨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自己勤耕福田，广邀亲朋好友加入。我一路我都是拢用感恩、尊重、爱，我来陪人家，现在大家拢真，阮这受精啊，慈诚。委员，我们慈济的法亲给予我满满的爱与温暖，我会传承这一份大爱的精神。九二一汇聚爱的能量，当年正言上人在民权静思堂指挥调度救灾，爱心啊，菩萨呢，从地涌出，四方八达，南北呢。慈济人呐、啊，都集合在来到台大中部里，会合当我们这个地方的菩萨，就开始展开了福慰。慈济人深入苦难福慰，安心也安生，只求众生得安得离苦。不为自己求安乐，那样的菩萨付出了无所求。正言上人一再提及，莫忘九二一，也要持续人间菩萨爱的大招生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廖雪信，台中报道。